彩虹蛋我砸。太好了，可以当老师了。啊，怎么会有两个人？选谁当老师呢？当然选我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应该谁做老师呢？那你们就一人一篇吧，最后大家投票，谁的票数多谁就当老师。好，凯莉，你把大家的作业收好交给我。好的，可是美人鱼老师，你会批改作业吗？我都没好好学习，我怎么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呀？哈哈，有了，和我不一样的都是错的。我当然会了。什么？我们怎么都是零分呀？你们和我写的不一样，当然是错的呀。可是你一道题都没有写对呀。哼，我才不管呢，我是老师，你们就都要听我的。太好了，终于轮到我当老师了。哎呦，我的脚好痛啊。小野别害怕，我来给你包扎。谢谢你，凯莉老师。好饿呀。白雪，我的零食都给你吃。喵喵喵，谢谢你，凯莉老师。现在开始评选合格的老师。我们都选凯莉，为什么都选凯莉？不公平，不公平。美人鱼，只有真心帮助同学们的老师才是好老师。我不管，你们的投票不算，我只相信小朋友们。小朋友们，快发送一，让我当老师吧。